们是初二班里面定期会进行一些班级的总结，对表现得特别优异的同学，只要是有长处的，然后我们就会总结下来，然后给他奖励。这次想着奖励甘蔗也是从别人那里借鉴到的，我们买了有20根吧，花了200多块钱。他们就是觉得很新鲜，觉得很惊奇，拿回去给家人分享，有的还留着拿到老家去给爷爷奶奶分享，激励他们再接再厉，能体会到努力的结果是甜的，还可以分享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，努力学习知识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事情。